最好的故事不是讲出来的，别相信有鬼，也不是去听来的，500万，它应该是你亲身去体验的。1亿7000万，2002年底到2003年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了这样一个小镇，碰到了这样一件事，遇到了那样一些人。现在就到了，也许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终生受益的好故事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。不仅因为我从始至终沉浸在那个故事里，更因为有那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领着我，见悟了一个人怎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道理。冬至，到底是干？眨眼间，我深深地进入了主人公的世界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随我一起去见那个人。所以我有理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。是小崔吗？啊，对，我小崔。我刘家山。行长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你给我叫一下那个老叶。啊，好嘞。哎。叶师傅。哎。行长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我看他挺不高兴的。您最好小心点。您还是赶紧过去吧，啊。哎。小心点。师傅，我那个办好了吗？好，好。小程，我离开一下。请坐，请坐，老爷，请坐。没什么太要紧的事儿，主要是上次跟您谈过以后啊，深受启发，感觉到自个儿的工作呢，的确应该检讨自省一下。这长期坐这办公室啊，业务也生疏了，想问您几个技术上的问题。您说吧。
您知道，主任会计和我呢，有权在咱们行里呢设几个业务账户。当然了，这要在总行终端的控制之下。上次跟您说过，有人在这个账户里呢偷偷挪用款项，我感到很困惑，想问问您，在我们这个行里，是什么人能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一点？您既然问了，那我就直说吧。我想象的这个业务账号，无非就是少数人知道的权限密码。但是要做这件事儿，得在银行的危机房的电脑终端上完成。可要进危机房，也得知道密码，那就只有主任会计彭中华，还有就是已经死了的主任出纳薛飞有可能，其他人没有这个机会。我建议您还是报警，或者是汇报总行。老爷这是在逼我呀。哪里？我也直言吧，目前拆迁款的大账没有一点问题，不怕报警。我只是担心呢，有些人会比我更难过。行长，您是想知道我跟于家的关系了？那我明告诉你，我是为于家服务过，但那是当年。我对他们现在的做法，我并不欣赏。您放心好了，我不会为了他们家而做出损害银行的事儿。再说，要进入危机房，除了密码，还得经过整个的监视系统。哎，您说我活了60多岁，一把老骨头了，我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吗？好吧，老爷，我再问您一个关键问题。那么，在总行监视下的这个密码，就真的没有办法修改它吗？没有。而且，偷盗者如果知道了整个银行的电脑系统，他每次删除挪出去的地址跟账号，他只要不停歇地做，那很快就会盗用完账号里面的所有款项。那就没什么好办法。办法有啊，冻结账号。好，谢谢您老爷。您知道我现在正在查这个人，那么咱们之间谈话就应该保密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说跟我没关系的话。谢谢谢谢。那边报表。今天哎，叶老师，行长找你究竟有什么事儿啊？钱，没什么事儿，业务上的事儿。钱已经到账，正在里面高兴。好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做。戴威呢？
他哪有准儿啊？说不上，又让哪个女人给绊住了。这点就不如我们顺子。顺子，你马上给他打个电话，约他老地方见，就说我们很需要他。嗯，好。我教你的话记住了吗？嗯，记住了。那一会儿你该说话的时候说，不该说的时候别说。嗯。这是财政局贷款给我们开发三湾区房产的。顺子说我们能用在第一期拆迁户转移款吧？专款专用。再说，财政局现在也不承认你是洪家置地的法人代表呀，只有我们承认。什么？老柯，你还是这儿的法人代表。我是法人代表，啊，那我又不管事儿，你们在外面出了事儿，骗了人，到时候回头都找我，那我找谁去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这笔钱呢是以戴威的名义打进来的，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动用。再说，你的名字已被工商局列入审查档案了，所以就暂时不能进行营业性的工作。那我能做什么呀？你可以梳理这段的账目，应付检查呀。不可能，这公司是我的，你们想骗人呢？我就是骗人长大的。喂，喂，爸，青青有事儿跟你说，稍等啊。啊。喂，夏叔叔。青青啊。啊。到了吗？我现在就在洪家置地呢。你见到他了？他在这儿。钱到手了吗？他不答应。不答应。他要承接这笔钱。你没跟他说这笔钱是拆迁专用款，把电话给他。夏叔叔，那就这样吧啊，您放心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夏叔再见。老柯，你要是今天不交出账目，那现在这儿就要被查封。你自己仔细想明白了，是钱重要，还是您重要？撒谎可以，我也从来不问为什么，可今天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事儿以后再谈行吗？今天圣诞节，我想你给我留点时间，咱们俩在一块儿好吗？好，
我答应你，晚上吧。你找我？刘馆长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不是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有什么事儿，您直截了当跟我说。老彭啊。那是不是公安局现在还老跟踪你啊？啊，跟着呢，天天跟着。怎么了？这公安局一天到晚的跟踪你，你也一点不紧张？我一开始紧张，我现在不紧张了。我成天就是上班下班下班上班，他也不嫌烦，他就跟，我看他能跟出个啥来。怎么了？可以啊，您现在练的是可以啊。我还以为你会紧张呢。不是刘馆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，到底怎么了？走，去危机室。这个人拿走了我们100万，就从那台机器里。100万？从我们账户里？知道了，这一定是叶松干的。我说你凭什么就说是叶松呢？那还能有谁呢？我比你还想知道是谁。老彭啊，这件事我真是想不通。你看咱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的成果啊，他怎么就能出现一个小偷呢？啊，老刘，你不是还在怀疑我吗？我现在怀疑一切人。看来还得加强夜间保安力量，实在不行就报警，也免得那些警察天天盲目的跟着你。啊，不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没意思。好在这个数目还不算太大，但是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了。老彭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抓紧时间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没有私自拿钱啊！你想让我这样背着黑锅走，我不走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到警察室自首算了。行了，老彭，
不管这笔钱是被谁拿走的，但我仍然会从现有的资金里再给你拨一部分，也好让你在这段时间里也能有个周转。你不是正在给老乡办护照吗？我看旧时候也给自个儿办一个。还有你那个小雅，啊，好，好，刘小山，咱们走着瞧。生日快乐！那钱都到账上了，100万，我们的了，随时都能取出来。这可也不全是我们的呀。啊，怎么了？顺子，对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做。没问题，你说。马上回公司，等待柯振华交出账目以后，然后马上提出50万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在这儿等着你。好，辛苦了啊，顺子。没关系。哎，提50万干什么？给你姐夫呀。哦，还真给啊？哎，那我的那个小家子气，就像你自己。现在这条路已经打通了。要是没有这一半的分成，你那个不怂的姐夫还肯继续做下一次？我倒觉得这事儿啊，你就是给了他那50万，他下次也不一定干了，还不如不给呢。他会继续做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人都会为利益驱使，只是我们现在给他的力量还不够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你姐夫平常有没有什么弱点呀？比如说他最在乎谁呀？要说最在乎的，那就是他们家佑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你看你这人，吓成那样，我是那人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保证你们家人不会受到伤害的，但是我们的目的也要达到呀，是不是？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哈，哎，明儿是周末，怎么样？到你那儿摆一摆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放陪放陪放陪。那就说好了，明天中午1点，我准时到你家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叫刘侃，你叫什么？
哎，我叫刘凯。哎，你叫什么？后面排队去。啊？哦，你是那个赵小琼吧？刘行长在吧？不知道。那好，你忙吧。哎，好好好，哎。哎，陈老师啊，最近你们这儿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忙吧，哎，好好好，再见。明天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陈老师，这人是谁呀？啊，你忙吧。吓我一跳啊！啊，来了啊！这是赵行长。对，啊，慢请，请，请。盯着他。刘行长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呦，忙什么呢？哟呵，雅兴不浅嘛。故饮道泉。嗯，好。哎，这句话好像是出自于孔老夫子一个什么典故吧？对对对对。刘行长，这幅字送我吧。哎呀，要真是蒋处长喜欢的话，那没问题。那里的，来来，热个捧吧。好。蒋这个怎么怎么？蒋介石的蒋，寒冷的寒，蒋寒。好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蒋处长是无事不能三宝殿啊，这来又要了解什么情况？嗨，随便聊聊，随便聊聊。好，那这边。哎，好了，好。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呦，好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蒋处长坐坐。哎哎，好了。哎，刘行长，你隔壁屋这个彭主任彭中华最近忙什么？啊，那是我们主任会计。嗯。怎么，他是不是牵扯到互款盗窃或者什么其他的案子啊？刘行长指的是什么案子？嗨，那就是什么学费。嗯，这么说吧，薛飞这个案子呢，牵扯到他，他也在我们的监控之中。嗯，刘行长，您是这儿领导，我们呢希望您配合我们一下，把他的情况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好吗？好，这个没问题。
他是几几年提升的？92年。92年，他和陈一平是预期的。对。哎，他怎么提上来了？陈一平为什么没提上来？嗨，这个嘛，业务水平本身呢是一方面，嗯，再有老彭呢，也确实是能说会道，像那个老陈呢，那真是一棒子打不出一个屁来。我还听说，好像这个人的家庭生活不是太顺利啊。对，我也听说，好像夫妻有点不和，好像还有婚外恋，听说他还包了个二奶奶。哎呀，这个就说不上了，这个因为这个私生活嘛，平时我是不大过问。我们也是听说，要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他又包了个二奶，那这二奶的衣食住行这笔开销那可真是不小了，就凭他的工资他赢不得了吗？是啊是啊，是啊，所以蒋处长就怀疑到他盗窃库款。没，还没那么确定。不过他也是够累的，够累的这个人。是。小杨，你听我说，你马上收拾所有的东西，把钱全部带上出来。取那么多钱做什么？哎呀，你现在别问了。出来的时候，最好别让别人看见。那这么说，他还真是有这个贪污的可能啊！哎呀，这个我可不敢说。我想这个呢，应该由你们总行来得出最后的结论。不过再怎么说，你也是这儿的一行之长，您就一点都没察觉出来他有什么异样？好，坐坐坐坐坐。那好，刘行长，那咱们现在就聊聊你这个银行失踪的保卫科长老向，向叔。虽然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，但是两次库款失窃案的嫌疑目标已经指向了。你们可能也多少知道一点。我们现在想知道的呢，就是他在这个银行里一般和谁的关系比较近，或者这么说，他和谁的矛盾比较深。啊，老向这个人，严格说来啊，我对他还真是不太熟悉。平时上下班呢，也就是点点头，也就是这样。不过我倒是听说过，他经常去薛飞那儿打牌，而且还经常输。我听说这个人很孝顺，40多岁了还没娶过女人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对支援这个私生活，我是不太了解。好像听说他过去的战友是这个廖小琼的男朋友，但后来死了。我是听他们下边闲聊啊。廖小琼，哟，就是刚才让我到后面排队去那女的，哦，柜台上那个。对对对。啊，那好，刘行长，我呢给您留个电话，有什么事儿呢，咱们再联系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。好了，好，哎，刘凯，谢，看看刘行长给我写的，是吗？嗨，给我找个好师傅啊。表一下，好，刘行长，那咱们先这样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好，有时间来喝茶啊。好嘞，再见啊。再见。好嘞。小杨，
10块钱能起个折子是吧？好，那我先存10块钱。您看清楚了。那谢谢您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哎，陈老师，他是谁呀？怎么见得这么眼熟？我也不认识。师傅，收钱。啊，对不起。局长，这是老向的画像。据小偷的描述，他曾经在薛飞家出现过，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您马上把拘留证批给我，让我放手大胆地去追捕。老向一旦落网，银行那些人，还有没有弄清的贪污案，都会从老向身上引出来。我同意。哎，你征求过蒋涵的意见吗？他好像对老向的作用有他自己的想法。局长，我是您看着成长起来的，对不对？蒋初再高明，需不需要我们地方的协助？再说，老向的作用怎么说也是在逮捕以后才能体现出来。那所以说，我的请求没有错。好，我等着你的消息，争取早日破获银行的内幕。为了帮助你们，我马上从另外一个渠道给你们想办法。齐州银行总行的头头们都在等着我，希望我可以敦促他们查一下银行的总账，咱们双管齐下。好，喂，谢队，彭中华跑了。什么事儿？你这么着急？钱已经到账上了，
公司提出来50万，让人给我姐夫送过去。今儿晚上你就能见到钱。到了。真没想到啊，这条路走通畅了，银行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跟我姐夫说啊，趁这机会再干把大的，弄出个500万，啊。在呢。别得寸进尺了，真是。怎么了？也不能光为了弄钱，咱命都不要了吧？哎，这不挺简单的事儿。跟你说，你没看呢，就为弄这些钱，你姐夫那都快吓成神经病了，真是。我说你啊，没怎么混蛋的，把家里那点事儿告诉别人，这合起伙来欺负我们。不提还没事儿，你这一提啊，提我真是生气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别再这样了，你要再提的话，我还真不认你。哎，怎么没人呢？走了。都顶不住，你们俩不能分头把门吗？突然就跑了，我觉得好像没把他逼到这个份上。废话，这么天天盯着，换了谁都毛了。这条线索要断了，就算在你们俩头上。其实翻过来说，这也证明了彭中华的确有问题。他当然有问题，可人呢？人呢？走，去彭中华家。你是叫廖小熊吧？是。能让我们进去吗？我们也想跟你了解一下向淑武的事儿。我跟他没关系，我不知道这一切。我知道，你心里一定挺难过的。但是我们是来告诉你的，老向的事儿呢，并不像他自己估计的那么严重。只要他能回来，也许我们会给他个机会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，请你们以后别再打扰我。那好，我给你留个电话。我知道你很想找我们谈一谈。这样，你找我啊。我也很希望跟你谈一谈。我知道，你们都不是坏人。向琼，向琼，
这是25万的现金支票。哎，那25万呢？给老蔡治病，咱们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今天那个姓蒋那个警察跑行里去了，把单位说要约跟我下棋，你说他是不是怀疑上我了？不会吧。不去管他了。哎，说怎么了又？今天那个戴威啊，他要干嘛？让我给躲回去了。他还想拿钱？那个意思吧。我看他是疯了，他还能等多少？这怎么没完没了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戴威我了解他。我是觉得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就怕后面有人。那也不行，他给我弄死我也不拿了。我告诉你，给我毙级了，我自首去。你别，不是哪能这么总这么干呢？不是，你想想，是不是后面有人？你想想，真要给我逼疯了，不拿，就不拿。这事儿咱回头再说，我先去接佑佑。哎哎，啊，这个现金支票